来，那个曹仲就直接先放影片，好不好？前面三个就好了，哈、哦。大家哈、哦，等一下放影片的时候哈，啊，这是我个人资料，你们大概看一下就好了。曹仲就直接放影片了，好不好？等一下我会先放大概三部影片，你们就只你们看荧幕，然后听我讲就可以了。看荧幕，听我讲就可以了。最后一个进来的，麻烦关门，谢谢。直接看喽，不用看我，看影片就好了。This is the construct. It's our loading program. We can load anything from clothing to equipment, weapons, training simulations, anything we need.他说的这个主架构，就从你们小时候拿中华民国身份证的那一天开始，你们就活在中华民国给你们营造的这个世界。Your hair has changed. Your appearance now is what we call residual self-image. 你以为你是中国人，对不对 ？Of your digital self. This isn't real. What is real? How do you define real?If you're talking about what you can feel, what you can smell, what you can taste and see, that really is simply electrical signals interpreted by your brain. 台湾人在中华民国体制下的选举，难道就是一个国家吗？ This is the world that you know. 哦，你们自己The world as it was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It exists now only as part of the world interactive simulation that we call the Matrix. 你把它里面的小把它想象成中华台北的世界。实际上，各位，你们拿中华民国身份证，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来看喽。表面上，你们以为你们透过选举完成一次一次的政党轮替，其实我们都是中华民国体制下的被殖民者。应该讲比殖民被殖民还不如，哈、哦。We have only bits and pieces of information, but what we know for certain is that at some point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all of mankind was united in celebration. 中华台北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世界，哈、哦。你们来上课，现在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炼狱，哈。That spawned an entire race of machines.We don't know who struck first, us or them, but we know that it was us that scorched the sky. At the time, they were dependent on solar power. 你把他那个电脑人想象成中华台北所建构的这个体制。Without an energy source, 台湾人永远在两岸中国人的建构的体制下轮回。We have been dependent on machines to survive. 永远走不出去。Fate, it seems, is not without a sense of irony.The human body generates more bioelectricity than 你现在看哦，每一个拿中华民国身份证的人哦，包括你们自己 ，combined with a form of fusion， 每一个人，你看看，像被殖民一样，你们缴税金给中华民国，然后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下轮回。时间到了就 game over， 这就是两岸中国人要台湾人活在他们掌控的世界。你看一群台湾还有2300万人，你们是已经觉醒了，愿意来上课啊。And then I saw the fields with my own eyes, watched them liquefy the dead so they could be fed intravenously to the living. 你把这个把它想象成前几个月八月份。课纲的调整有没有？两岸中国人用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啊，借由教育媒体的体制，灌输给你们，以为你是中国人的思想教育，然后再用你们所接受中国人的思想教育来摧残自己原本的历史，自己原本的文化，就好像孩子不认父亲、不认母亲一样。这就是中国人厉害的地方。I didn't say it would be easy, Neo.
I just said it would be the truth. 让你们自己摧残你们自己的文化。Let me out! Let me out! Let me 来下一个影片，就好像你的孩子不孝顺你一样，别人灌输给他们错误的文化，你的孩子不认你。好，来，这个是北极海，因为这十几二十年来温室效应的关系，一直融冰了。你从下面左下角那个年份有没有？看，你先看一下，左下角不是有一个阿拉斯加吗？阿拉斯加下面是加拿大嘛，再下来是美国，对不对？左上角是那个俄罗斯嘛 ，Russia， 对不对 ？Russia 再往上就是北方四岛，然后日本，再下去就是台湾。融冰以后所产生的航道衍生出来的经济战略利益，如果你们有机会，不管是当同心、当内阁、当州、郡，或者是中央的行政人员的时候，或者是内阁官员，你们要考虑到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战略布局。关系因为领土争端再度的趋紧之时，美国方面最终做出了表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北方四岛哈，你们不用看我，北方四岛就是我刚刚讲的，刚刚那个融冰，俄罗斯上面那个地方，北方四岛军事演习一时称，美国承认日本拥有主权，重申了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支持日本的美国政府立场。不过当天哈夫没有具体的提及俄军演习的本身。好，超顺，那我接手，谢谢。来，这是我的资料，我初级班第四期的，算比较早了哈、哦。那个迄个时阵，台语听有诶，举手。好，那我就北京话跟台语加减哈、哦。这是我诶个人资料，第四期诶。好，唔惊四个来参加，吼、哦，迄个时阵讲讲啊，啊嘛，即马感觉起来嘛无啥啦，吼、哦。来，马关条约，这个是民进党一直讲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现在名字叫中华民国之类，对不对？那台湾全图决议文，对不？大概是这个意思嘛，对。好来，啊你有诶，那是民进党支持者，你先去问伊，你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你叫民进党讲台湾的主权有文件无？有文件无？证明讲台湾是恁的，佮敢若讲，你用你的名买房地产，那要求你提出说这个是你的主权，你是不是提出你名的地契对无？你若有民进党支持民进党，你安尼敢问？哈、哦，你的法院依据伫倒？这个是台湾的法院依据《马关条约》。日本叫做下关条约，啊，我是较倾向叫马关条约，啊，原因是会用把马英九关起来，哦，在恁笑笑啊，因为我来讲，为什么会用土地可以这样交割？因为这个时阵，伫这个时间点，台湾是殖民地，台湾当时那个地时候是殖民地，你看我红色扣起来就好啊，哈、哦，台湾当时是殖民地，殖民地可以像股票一样交割，那个时候哦。但是在1945年4月1号，在万国公法架构下建构了台湾的主权，从语言、文化，学习日本的文化语言，那个是万国公法的一个流程。那个时候1945年4月1号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好、哦，你哪有民进党？你敢问台湾的法源依据文件在哪里？好、哦，啊，再来，你看。永远让于日本，让于日本以后，日本才从皇民化1937年的皇民化一直，哦，穿和服，对不对？恁爸爸妈妈有讲日本话无？还是讲有日本时代好像听本无？对不？恁那是你足奇怪，恁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是日本人，你即马那会提中华民国的身份证，那是中国人，对不？民进党其实比国民党更加害。
好，永远让你日本。啊，你大概看一下，来，李登辉伫2004年10月8日有讲，台湾是美国军事政权的一块土地，无可能加入联合国。我问你，用你的名买房地产，哈、哦，用你的名买的房地，别人住的领导结果讲要把你的房地产提去送别人，你甘愿无？这嘛违法的对不？所以民进党甲国民党一个统一，一个独立，一个划线，迄毋是伊的啦，迄拢毋是伊的。你要想好清楚哦，在这个政权之下，提中华民国身份证，在法律上的认定，其实拢是中国人，其实拢是中国人，袂用感情用事哈、哦。这个是行政命令。恁的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迄个时阵讲日本鞋穿日本衫有无？在1946年1月12日，迄个时阵中华民国来台湾用行政命令，甲你改名，我安尼讲好啦。你爸爸妈妈本来是日本人，还是讲日本话哈？结果行政命令甲你改讲，你的囡仔、你的孙后摆本来是不，譬如讲本来姓黄对无？甲你改做姓王，安尼敢对？唔对嘛？违法的。这后摆在哪真正让有机会控告成功，会用控告中华民国违反战争法，那个要上军事法庭，军事法庭的追诉期哈、哦、是永远的，因为哈、哦、这几年哈、哦、有迄纳粹集中营，你有听过无？纳粹890岁哦，哈、哦、去用起诉以色列迄个时犹太人搁咧甲起诉，结果890岁迄德国人有无？德国的有。有伫个，那就是讲集中营共关迄监狱啊，哦，监狱啊，尔无安怎哦，关到死为止。最近这一两年在关，所以你想中国的殖民政权未来因会安怎？是毋是即马本土派国民党拢跳船啊？对无？因知影，但是内情拢袂甲台湾人讲，吼、哦。你看7月2日，李登辉去日本讲迄句话有无？对无？李登辉讲。钓鱼台，不是啦，李登辉不是讲钓鱼台是日本的，日本是祖国无？顶两个月，啊，结果因为蔡英文要参选，讲钓鱼台属于台湾。你看蔡英文伫2012年讲给话，这都有影片存档。你家己讲是流亡政府，如果你现在要参加流亡政府的选举，你就是承认你是流亡政府体制下。如果他当选的话，他是流亡政府体制下的，有点类似跟他最高的行政长官，对不？对嘛，所以要做中国人嘛，对不？蔡英文的选票为啥到即马阁还袂破50%？民进党国民党已经烂到安尼，为啥伊即马得票率就媒体上为什么还不到50%？对不？你家己去想。你看李登辉，你在这你家己看。你看蔡英文随时甲伊切割啊，这是他个人的历史经验。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敢讲全台湾人没有这样的历史经验吗？对不对？是他个人的历史经验。讲话安尼讲，全台湾无侪爸爸妈妈，还是恁阿公阿嬷有日本时代户籍成本。后代子孙个拢日本人嘛，对不？伊那员工是他个人的历史经验，转台湾雄起就千瓦万人都有这样的历史经验，对不？只是有些人愿意去面对他，有些人愿意不愿意面对他，有无？啊，你看这个，你看国民党这个，李登辉滚回你的日本祖国，有无？这个国民党的真正吼。要走啊，搁要甲台湾人骗，嘴拢袂歪哦。来，你看，这中华民国讲的，你看我念予恁听就好啊。伊一个法律解释条文大法官呢，伫1946年1月25日，伊讲有一个讲为台湾人民于光复节，台湾光复节已取得日本国籍，对不？啊，我拄好互恁看一个影片。1946年，咱是1月12日，咱的祖先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是毋是叫人改造变做中国人？搁像恁即马摕中华民国身份证，你家己看。1946年一个是1月12日，咱用改。
啊，不过你看伊个法官解释是1942年1月25日，嘛甲差头都10天尔，对不？这表示啥？中国人早就知影咱毋是日，咱毋是台中国人，但是伊为着要算，要抽咱个血有无？税金有无？要甲因饲，所以算咱偌久啊？要70年啊，今年70年啊，对，好、哦。啊，这个是多迄片啦，哈、哦！所以你来想，差一两礼拜尔，你想，你讲两岸的中国人敢唔知影咱是日本人？因知，但是拢要用选举、用感情的吼，甲恁压压，甲讲恁的、你们，你会感觉讲吼，咱去敢若去予中国，啊去，敢若讲去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压，还是讲中华民国甲咱压？啊，自然而然甲恁逼，恁会产生一种所谓。媒体引导了，你会产生一个台独意识，对不？你个挡袂掉，因个是要利用恁，叫因两岸中国人逼，逼到最后产生台独意识了，啊，然后啥？因中国人甲密谍咱，恁即寡去用煽动做要台独意识的人个后壁，啊，然后因伫后壁甲恁煽动，啊，叫台湾人去死，安尼你知无？会晓无？新潮流，民进党个新潮流，你知无？新潮流就是中国人控制啊！民进党大概哪有咧？什么开什么中常会什么哈？关键时刻是不是一挂政策拢会走进去？有无？有印象无？嘿，新潮流就是中国人咧控制金库啦，金库。所以，佮叫台湾人去喜爱美帝台独意识的后边有无？啊，你哪法都独立成功？哈？啊，因个爽啊！因个永远住伫台湾啊！啊，然后佫叫恁效忠中华民国个体制，然后恁佫继续佫另外一个70年佫轮回，做因中国人个奴隶。中国人厉害哦！你看，钓鱼岛、神卡库无，尖阁群岛主权是日本的，无唔对，这句话无唔对，但是你等会讲实在，有淡薄啊。真正足老干的啦，足老干的啦，足老干的。啊，你看哦，伊7月24日讲一句话，然后你看7月27日，是毋是咧审议安保法案有无？参议院的，这表示啥？这时间点就是李登辉追求予日本霸，知无？追求予伊霸。啊，安保法案即摆已经过啊嘛，对无？有一个。以前叫做西藏流亡政府，您知无？伊伫个印度的德兰沙拉嘛，对无？即马改做吐蕃，对无？吐蕃的英文简称 Chinese Taipei， 有无？中华民国无？迄棒球毋是拢 Chinese Taipei 吗 ？Chinese Taipei 英文全名你看啊 ，Chinese 这你拢知嘛，对无 ？Exile 这叫做流亡 ，Government 吼、哦，政府 in 台北。这个是全民呐、啊，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所以你去参加因中国人的选举，表示啥？你要做中国人，对不？对不？你要做中国人，你唔该参加中国人的选举，对不？啊，所以讲，你去让中国人甲你逼，你唔通怪别人，因为你要伫中国人的体制，甲因中国人算，吼、哦。陈水扁为啥会讲做袂到，就是做袂到，怎样意思哈？哦，吐蕃一样。Tibet、台湾沙拉，赶快！后面英文拢赶快。流亡政府只能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首都或是一个都市。啊，这战争法啦，有足多啦，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啦，流亡政府袂使就地合法啦，这恁加减啊看一下就好啊，吼。有些时候吼，法律的层面无法解释的时候。你要从征服者美国的角度跟战争法来考虑，因为哈占领者的意志嘛是法律的一种，占领者的意志嘛是法律的一种哈。你老爸到时阵，你该坐迄我灌伫个内底，你该灌 USB 哈。民政府的主张甲立场，日本天皇所有权，因为马关条约的交割对象是。大清大帝国皇帝甲大日本皇帝，有无？所以土地是不是人甲人，唔是政府，对不？对嘛？
啊，美国总统因为历史大战，咱大日本输嘛，对不？占领嘛，占领到即嘛，台湾关系法其实就是美国的，应该讲啦，一种我们法定监护人的一种。法定监护人的一种，就有点类似讲，你的爸爸妈妈犯罪去用关在监狱对不？欢迎是不是爱派一个法律监护人来个你保护未成年的对不？你把台湾当作安尼个话，美国就是安尼吼。但是伊派唔到人啊啦，派唔到人来台湾七十年啊啦，吼，足侪咱台湾人的后代，规个头壳思想拢规个拢变去啊，唔知家己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好、哦，你看哦，你看下第三行，大日本帝国取得有无《马关条约》了？迄个时阵，福尔摩沙甲澎湖的殖民地，1937年皇民化，我内地延伸。日本天皇1945年4月1日明治宪法，和台湾人有参政权甲参战权。咱安尼是不是甲日本天皇有权利甲任期部的关系啊？佮刚刚讲北亚囝的关系有无？好来。迄个时阵，咱个由殖民地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来，土地、房地产也是你的。中华民国这阵也要甲你讲，我要统一，你们同意吗？对不？何况土地，我刚刚讲，古金山哎，《马关条约》交割人是一对皇帝，对不？所以台湾的土地平和所有权是谁的？日本天皇的，对不？不是政府嘛，因为高挂的时阵，不是政府，不是个法人嘛，所以咱8月15日甲日本天皇的生日，是不是？阮你有看阮的影片无？去甲日本天皇接受有无？靖国神社对不？表示啥？甲咱有权利义务关系是日本天皇，不是日本政府，不是即卖日本政府也无同款哦。因为即卖日本政府用的是和平宪法，咱用的是明治宪法。就是迄历史大臣麦克阿瑟讲的残余主权烂啦，好、哦，你看，这个是皇民化，受日本的教育，好、哦，这边，有无？你有看迄《赛德克·巴莱》无？右半边迄个《赛德克·巴莱》迄部电影三部曲有无？《赛德克·巴莱》。彩虹桥无，迄就是咧讲高沙族的开战呢，甲甲才弥平高沙族的乱象，然后按照万国公法架构下，让老百姓受教育，日本化的教育哈，穿和服文化，这是万国公法的规定。大清迄个时阵，干那取得这边哪样来？右半边就是我拄仔讲的这边高沙对无？啊，迄个时阵日本讲讲，你唔是拢完全挂号啊咯？结果高沙讲。你也无问过我嘛，所以甲连续十年有无？甲日本修正，哦，啊，经过开十年的时间了，对吧？咱个毋是殖民地咯，所以即马民进党要台湾独立，国民党要统一，因为已经万国公法架构下，咱已经是日本的一部分啊，主权的一部分，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我们分离或独立出去，哦。分离或统一啦，这个是中国人、民进党甲国民党在算的，咱拢是因的画帕拉肯的筹码，知无？这个对恁来讲有较深啦。美军其实一个礼拜了啦，底下足侪军事基地的啦。即卖 AIT 其实就是美国军政府啊啦。内湖的 AIT， 好、哦，你看，因中国人常常在讲台湾是因中国的一部分。你看1945年搞个中国战区是陈仪对不？在南京举行，注意哦。啊，奇怪，啊，战区台湾那是你的，应该两个投降。应该只要有一个投降就可以，对不对？一个所在大行就对了，对不？为啥伊会分一个伫南京，一个伫台湾？即马投降地迄个所在叫做红楼，即马叫做红楼，你知无？西门町。
如果台湾是他们中国人的，或者是他们两岸中国人的，那为什么会有两个受降仪式？安尼知意思不？台湾那是恁中国的，只要在南京受降就好了。为什么台湾太平洋战区要再投降一次？对不？应该骗嘛？表示什么？不一样嘛？我们跟你们中国人不一样嘛？所以才会分两个投降地嘛？好、哦，这恁看、哦。这两礼拜不是所谓光复节要来了，对吧？其实那个是全民战争法的全民叫做交战国军事占领日，10月25号，交战国啦！我跟你修台有无？我占领你有无？我占领恁的土地，我占领不是讲要伫恁的主权哦，因为我占领就敢那十万年前英美联军是不是打伊拉克，对不？伊不是英美联军的损耗，大概这个意思哈。现在你们拿身份证那个旗子，其实是中华民国海军的军旗、啊哦、其实真正是中华民国的旗子，是那个啦，五色旗啦，这个是红楼受降仪式。你看英国、美国、俄罗斯跟所谓中华民国，中华民国那个旗子其实就是海军军旗啦，因为它不是国家啦。哦，所以你看，你有少年的有看一部《海贼王》无？有无？我们就是被一群海贼管理啊。那一面旗是海军，对不对？可是他流亡来台湾，那是不是海贼的意思？啊，我们现在被漫画的海贼王这一群中国殖民政权在管，你们现在拿的就是表示什么？我们是一群海贼管理的奴隶。日本人讲真正唔知影台湾的国际地位，知，因为伊证书边啊懵咧。你看，无国籍表示你没有国际的法定身份。啊，你去年参加11月2号的选举是咧选什么？对不？对，选卖讲头个一空个啦。恁的甲醒的来个已经袂歹咯，吼、哦。啊，这是司法判决啦。佩迪先丁奈哈，这个是一个人名啦。丁奈一直给搁置，搁置是什么原因？你知无？因为咱控告美国了后，哈、哦，美国的律师无话可说，搁置嘛？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国际地位哈、哦，美国还没有那个时候阿伯完全部署完毕，所以先搁置，对不？佮干哪讲？我要叫你赔钱。法律上也判定讲，我爱赔你钱，但是我钱还未总甲到，所以先搁置。但是已经判定讲，我一定爱赔你钱啊，只是我钱还未总出来的意思，赶快搁置的意思，安尼，不是讲不承认哈、哦。啊，你看，2013年迄个有一个迄屏东啊台东迄，即卖有一个洪进娟还是啥？伊不是因哥哥还是阿兄，渔船去互菲律宾断死迄个有无？因爸爸吧，啊，结果伊即马咧参加中国人，敢若中国人诶议员遐，对无？你看，对无？啊，你看迄边旗啊，美军已经就定位啊，2013年有无？美国诶，对无？表示啥？中华民国是南山诶啦，下骹有无？左下角，这对恁来讲有较深啦。媒体常常在讲吼，日本放弃台湾的什么英文什么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其实你把迄个放弃，你把当作讲老爸老母吼犯罪就好啊。迄英文较长，恁有会听无？我过来讲，老爸老母犯罪那呢？但是实际上，老爸老母甲囡仔、甲孙、爸仔囝、母仔囝的关系永远袂断。放弃，干那放弃讲，因为我是犯罪去用掠去关那尔，意思就是安尼尔。实际上，你甲你个囡仔的关系袂，因为讲你放弃讲，我去关伫个监狱，啊，我甲你囡仔的关系就无去，无对无？放弃的意思是安尼，你莫听
媒体哈，迄评论家讲放弃哦，就是完全无关系，无可能。你甲恁囝、恁孙的关系有可能因为你犯罪，爸仔囝还是孙哈孙仔的关系有可能无去无，无可能嘛？对，因为甲你洗脑，阿爸支持你们的台独意识，秘伫恁的后壁，啊叫恁去冲，叫恁去死。啊，你哪话都冲成功，一个叫讲你们继续要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下。啊，然后我过来甲恁殖民，对吧？啊，你个永远轮回，永远轮回，做中国人饲的迄，吼、哦，过年过节爱食的吼、哦。这讲起来，敢那是恁敢那足好笑，实际上七十年中国人过来做这个。哎，过来讲甲钱甲恁有关啦。你有听讲，秘书你有讲，大概要空格要出来啊，有无？应该有啦吼、哦，来。您即马阁摕身份证诶，阁摕中华民国身份证，还未办民政府身份证诶，亚秋，还未办诶哦。好来，我阁跳工讲互恁两个听。判决落去拿出来，拿出来，利用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所买股票、吼、哦、房地产、投资、保险，宣判无效了。啊，排谁啊？你用中国身份证所从事的交易是不是无效啊？你一世人哈，哈欠东硬多，哈、哦、买房地产，什么权利要给你保护？联合国不是前两礼拜讲，一个台湾人去联合国，结果讲中华民国护照无效，啊，佮配合十一院如果宣判无效，是不是哈？哦开始在配合了啊，无效来，然后他又讲说持台湾政府身份证可以去，对不对？好，如果中华民国的护照无效，你往下延伸，那一定是前提一定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无效，所以中华民国护照才会无效，对不对？啊，恁想恁阿未办身份证这两个，你用中国人在台湾所买的资产任何层面的无效。是不是表示你所从事的交易也无效？表示你这个人的身份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身份所买的东西会有价值吗？会存在吗？对吧？但办这张身份证跟美国个产生权利跟义务的关系啊，美国个爱甲咱屁股，明白无？利用不存在的身份去买一个物件，法官用从法律的逻辑，他会判。你能够持有你所交易的这个东西吗？因为你本身就不存在，对不对？你的这个身份判决不存在，你怎么可能从事交易？如果无后壁美国的屁股、中华民国这个政权、财团各个层面的上市上柜公司，那利用这个弱点，甲恁假财产的，甲恁假财产的，啊，美国那不爱插的，你有想到这点无？恁大部分会来，大部分拢嘛是关心讲，那真正健康搞起来，我的权益、我的财产会无去，对不？这是人之常情啊！啊、哦，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嘛，所以新台币、人民币等于中国货币嘛，一样嘛，中华民国身份证一样嘛，都是一个中国嘛。卡式台胞证哦不，最近这几年各位不是抢抢棍对不？卡式台胞证来这个是有恁。有恁兜所有的资料会用讲啊啦，表面上即马敢若无代志，我甲你讲，但政策愈缩愈严，逐工甲你缩一下，逐工甲你缩一下，吼、哦，你惯习啊，爱告诉你个做中国人咯，温水煮青蛙啦，意思就是安尼啦。你看，即我即、這个穿白衫像恁知无？去年十一月李高进前新竹市的市长，有无？柯明哲，恁知无？我迄天甲阮同心，我因为我新竹个，同心去选那个拄到伊啊，啊是怎我甲录起来啊？装着啊？所以讲，你想讲国民党唔知影吗？唔知影台湾人是台湾人吗？因国民党知影，因是中国人啊。这个是为啥国民党的本土派要跳船的原因啦、啊？国民党已经把自己内底的中国人、把内底的台湾人清掉，对无？跳船啊，对无？即摆看民进党要安怎把内底的中国人清船？伊若万一按照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哦，对无？万一个来嘛？
你现在到现在还没愿意表现什么，因这些人这些团体因心里还有自己的想法，对吧？对吧？所以政治会用很复杂的啦，也会用很简单的啦。台湾民政府以前的名字叫做台湾省政府啦，就是民政府的时候，秘书长有说过嘛，以前你有听过省属七行库的业主，省属七行库都没人知道，有人知道，省属七行库的意思就是日本时代所成立的金融机构，他们成立的年份都在1945年4月1日之前。好，来，你先看一下，我卖讲，你先看，总共有这個，这个是日本时代所成立的七个行库。这免抄啦，网络有啦，你小看一下就好啊啦。华银、意银、彰银、土银合作金库、中小企银，总共七间，是不是都在1945年进前成立的？日本天皇投降进前。对吧？因为这几间来讲，从美国的角度而言，这些金融机构的存在是不是跟美国对立？日本时代的，但是借由股票公开发行，美国是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对不对？所以借由股票上市流通了，是不是跟美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对冲了？这样知道意思吗？但是因为台湾银行，他土地银行因为有政策的关系，有没有还没有公开上市，但是如果全部上市了以后，在台湾国际地位没有解决以前，我们会不存在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嘛，对不？民进党在蔡英文要去访美之前，5月31日吧，民进党雄雄又抛出一个，他要废除台湾省政府。所以你就是说民进党不知道台湾民政府吗？在，你自己去抓新闻，蔡英文要访美的前一天，民进党又提出一个要废除台湾省政府的新闻，你自己去抓。我常常讲，民进党比国民党搁较歹。你讲是，因为我以前啦，还袂到接触民政府的时候，我拢是支持民进党的。啊，即马知影了，无可能了，我即马搁知影，民进党真正比国民党搁较狂。来，这个是因要走啊。所以在台湾的很多条例不要用了，对不对？我要回去中国啊，我哪个需要搁在台湾还有这些法律条文？我废掉了嘛，对不对？就敢那讲我要搬厝啊，我甲阮家的物件客，我甲客，我安尼讲好啊啦，我中国人，我住在即马住在台湾，我客在台湾的这款物件，我是要搬走，所以废除了嘛，我要离开了嘛，国立对不？合作金库嘛，伊不爱管我啦，这你大概看一下啦，你们自己看一下，这个直接扫过去的哈，很多啦。啊，彭淮南，起码央行的总裁，你看，这 Google 抓落来，一日自台湾新竹州，新竹出世，对不？伊的老家伫南寮。但是现在因为中央银行嘛，所以都在台北。这个是依照咱的地制、地方制度，这不是我去改的哦，这是 Google 抓落来。你看，我管啊，劳工哥那抗议，我管你要怎，对不？恁是台湾人啊，我是中国人啊，对不？我中国人咧管恁台湾人的代志，现在是不是敢那无政府状态，对不？最近这一两年是不是像无政府状态？气爆八仙有无？伊要叫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对不？各显神通，能够活下来的就那个、啊。我管你，就意思就是说我是中国人，我管恁台湾人的代志啥？美军要入来，我对不？这里唔免惊，因为他的法律依据管理条文的法律依据删除了，也就是说钱。不会动，没有中饱私囊的可能啊！在咱的黄金，我已经敢定拿靠了。股票，一个国家货币的发行跟
黄金或者是贵金属的储存量是不是成一定的比例才能够发行，对不对？对不对？或者是有相对应的经济体、相对应的 GDP 的成长，才能够发行等量的货币，对不？所以中华民国离开，跟安那讲，只要黄金伫个就好啊，哈、哦。但是上好是办一张身份证啦。这对你来讲，开心，卖讲。财政部国库署组织条例废除啊，这个是啥？准备要破产啊！先跟恁讲，对不？伊毋是足少足侪钱诶，啥物18兆负债有无？我咧讲好啦，股票上市上柜公司哪负债哪破产，是毋是？这家公司如果有潜力的话，负债的话，如果破产，那是不是有所谓的关键数一个的资产重整，对不？如果资产重整后，是不是国民党或中华民国就换了经营阶层，就换了，而且换台湾民政府啊，哦，一种破产重整，这是一种比较关键术语的一种讲法啦。啊，破产的不存在的，谁最高兴？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因为只剩一个中国，对不对？哦，好来，我再跟你讲，你有感觉足奇怪无？9月3号是不是连战去中国去管理迄九三有无？去管理哎，趣味。10月1号，你有感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举办什么国庆日？没有，对不对？没有消息，对不对？因为哈，伫即几天，真是做伫中国有一个有较出名的人有讲一句讲：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是建政政府的政。不是建国，他说10月1号是建政，不是建国。建政、建立政权跟建立国家是不一样的。他这句话，我跟你讲，其实世界上成立的中国哈，那个 copyright 哈，版权啊，其实是中华民国这个 logo。安尼怎意思不？联合国的席次，这张椅子叫做中华民国。刚开始做的时候是蒋介石这个政权，对不对？哦、啊，现在做的是不是毛泽东政权？对焦我多啊，中国是建政，不是建国。安尼你有了解意思不？表示一下，以及顾维其实给你暗示讲，真正的中国哈、哦，其实是中华民国。所以也就是老实讲，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版权是违法的。但是因为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实际上是毛泽东这个政权，有没有？所以中华民国为什么要拼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拼命的把，有没有？到时候如果中华民国真正消失，那就一个中国了。版权如果版权就算是错的啊，只要中华民国消失了，它就变成真正的唯一的中华民国了，政权就会变成所谓建啊、有没有国家了，有没有？其实两岸中国人就是在这个啦对抗啦，啊，你若听有话，你就知影讲两岸中国人在耍啥咯。啊，民进党大部分的支持，大部分拢是台湾人较侪啦。我唔敢讲无中国人有啦。啊，你去人插人中国人的代志要啥？台湾人个救不了啊！个前几天台湾团结联盟唔是弄一个什么中国什么人权法案有无？人权法案，啊，你台湾人你管中国人的代志要啥？为啥？因为印尼中国人的体制在算，所以伊爱定的法案是咪对中国人有利，对不？佮敢若讲恁摕中国人的身份证同款嘛，对不？但水面讲无可能，就是无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嘛。你用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参加中国人的选举，啊，你调，你哪有可能为着台湾人？你知道我的意思不？你会去好啦，囡仔啦，啊，你嘛有。讲有人囡仔寄喺领导，你甲邀啦，吼，你甲饲啦。啊，你想你是会顾你的囡仔，还是咧，还是会顾外口吼，甲囡仔来领导吼，暂时住的迄阵，你绝对是顾你家己的囡仔嘛。所以陈水扁哪有可能顾台湾人？因为伊是用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就职的，对无？所以伊要顾什么人？伊要顾中国人嘛，对无？对啊，
法律的流程就是这样啊。所以他去让法律该扣掉的了，一个完全一个无法度为台湾人做代志，所以爱叫你卖参加中国人的选举就是这样啊。但是民进党啊，先要跟你讲了啊，这样、哦。这对你有较深啦，来，甲恁钱较有关系，因为迄肥卡条款哦，是针对其实金融风暴了后，2007年、2008年吼、哦、出代志了，美国被全球大追税，是这个通常是针对双重国籍，引起抓了。台湾当局管辖下的金融业已经跟美国签一个什么肥卡条款了、啊？你有双重国籍的人，资料都要在美国那边有资料。来，这些金融机构，就是说这些跟美国签肥卡条款的金融机构，跟有签了以后，有双重国籍的资料，都可以跟美国做资料交换。红色的是永丰金控，哦黄色的是兆丰金控，它这个边那么多像是企业金融集团，有无？哈、哦，有保险啊，股票投资啊，哈、哦。啊，这个紫色的是台中商银，这个土黄色的是台新银行。啊、哦，啊，这个中华开发，就是现在开发金控。哎，无啊无，过来，这个远东。这个绿色的国泰，啊，顶头紫色的第一金控，红色的富邦鱼翅宴对不？上出名的，哈、哦，蔡明忠迄富邦鱼翅宴有无？干嘛研究的？啊，这个中国信托，再来这个玉山有无？你看英文对不？下加这个紫色的基善有无？日盛，啊，再来，大家你若惊讲存款，到时候真的。证券移转会有问题，无恁加一间台湾银行，可以台湾金控有无100%持股的？有的人会问讲，啊，中华民国管辖下的台湾银行啊，是不是甲中国人拢同款？无同款？我先来甲恁讲，这个前副伊在中华民国外交部长，这因囝。这因囝哈，我想甲恁讲，我为虾米讲这個？啊，这个是摩根全球的总裁，拄啊，迄因囝前夫因囝迄个签过位，是摩根银行台湾区的总裁。去年大家记得有无？来台湾讲金融整并的代志，啊，这个哇，金管会主委郑明忠，今麦唔是做这个金融合并有无？虾米？Bank 什么3.0的有无？网络银行什么有开始在杀，不是吗？如果美国一宣布了以后，中华民国身份证无效，你用中华民国架构下的新台币会怎么样？新台币会怎么样？有没有可能无效？有吧？有吧？有可能吧？网络银行跟他现在要加强说用晶片就可以刷卡了，是不是要把新台币？藏在网络里面，这样子的话，大家的权益才不会受损，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只要一张卡片，你的钱就是在里面，不用再拿出货币出来交易了。所以，如果美国一宣布的话，你们的财富是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保障，对不对？你们关不关心自己是什么人？我想你们。不是说很那个的，但是你们一定关心你们的财富、你们的小孩，好、哦，跟你们的老公、老婆，对不对？你看，这马英九的竞赛有无？蔡佩兰对不？摩根通香港区的总裁，对不？这表现现在吧，因中国人两岸三地的金融撤退的架构已经完成了。只要美国宣判一声令下，因的钱可能能洗回去。啊，恁台湾人新闻前阁还袂办，我唔知恁在想啥。金融架构建好了，因钱直接阁回去咯。
啊，恁台湾人命啦，有想到无？搁咧台湾独立，无钱巴肚枵，你要发台湾独立敢有效？而且嘛，无可能台湾独立啦。人钱一家细间，你看，因即挂国民党诶，中国人，拢甲摩根关系就好诶。以政商关系就是安尼啦，政商关系都这样，每一个国家都一样啦，没有对或错。我只是跟你讲，在政权移转的时候，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每一个国家政府，齁，都是为了让自己国家能够永远存在而在努力。这种动作没有对或错，这门操啦，这网络可以拍关键字就好啦。你拍摩根啊，甲国民党的关系，我来讲一堆资料就出来啊。哦，然后在中华民国跟您讲的废止行政院人事行政组织条例公务人员哈、哦、人力发展，我已经有跟你讲，我要走啊，我废除管理条例啊，啊，您可能今嘛颠倒时哈、哦，国民党要走对不？民进党拼性命把国民党的新主牌也抹掉了对不？今嘛颠倒是民进党在保护中华民国对不？顶个个不是因为什么全代会讲？结果叫人来搬什么“中国一定强”有无？你有听迄歌无？有无？“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有无？到底想讨个派去？你老支持民进党的支持下，你自己即马想，民进党即马讲“中国一定强”，啊，对恁长期有人支持台独的人，恁自己的想法是啥物？恁自己去想，到底想讨个派去？我以前嘛讨个派去个啊。另外，中国人营造的骗局，营造不稳定的太平洋。符合迄个时阵，第二次大战，迄个时阵总统，美国总统杜鲁门在韩战时有关地位的说法。伊迄个时阵，迄个时阵韩战的时阵吼，因为伊惊台湾的出代志，一个定位讲，台湾吼的问题要等到太平洋稳定再来解决。台湾是不是太平洋战区？所以今年要解决了嘛，要稳定嘛，也稳定就是要解决嘛，对不？另外，中国人知影了，安那算你知无？你家己看，来你家己看，行政院卫生组织法六项什么法律废止案？好，大概看一下哈，然后你再看，从马英九第二任以后。你看发现我的代志，这东西他第二任发生的事情的，对不对？第一任他还不敢这样干，你看第二任干了多少事情？这拢恁家的啊，你甲你的囡仔家的。好了，稍等你。营造不稳定的太平洋，那太平洋战区的台湾人民生活在政治另一种，是不是符合杜鲁门讲的？太平洋那个时候不稳定，对不对？因中华中国人继续占领嘛，啊，现在美国要处理了嘛，对不？国民党的本土派拢跳船了嘛，对不？来，稍咳嗽一下，这张图恁家己看一下。有趣味无？当初叫台湾人杀猪宝马的无？反共抗日啊！你看即马即阵台湾即阵中国人去中国创啥？是毋是用咧朝贡对无？啊，既然恁中国人已经合作啊，无恁阁转去嘛对无？阁来偌伫咧台湾要创啥？我用蒋介石甲因伸喙皮啊！所以拢咧算计啊，政治拢咧算计啦。来。有看过《那一年我们追的女孩》的有无？有看无？我第一时间伊这部电影拄啊出来的时阵吼，无，前两年前吧，伊甲陈龙的囡仔毋是伫北京吸毒去互抓到有无？柯震东，我第一时间去抓伊的资料。你看伊啥物人？安尼是啥物人？两岸国籍法是属人主义，安尼伊是啥物人？中国人对无？好。但是最近你若搁去掠柯震东的资料，伊即马变到伫台北出事啊，台北出事啊，你叫是讲安尼个是中国台湾人，毋是？
好佳哉，我是第一时间抓到因的资料，这证明啥？因是中国人对不？但是即马去抓，伊变作台北出身啊！你唔知伊是啥物人哦？我第一时间抓到中国人。两岸中国呢，国籍是属人主义。如果没有你没有经过合乎的法律程序，哈、哦，做国籍的归属确认，你个永远，你的爸爸是啥物人？你的囝、你的孙后代可是啥物人？属人主义。美国是属地主义，对不？足侪大把岛的人要去美国生囡仔，对不？属地主义。另外，中国人是属人主义，也就是讲，你的爸爸妈妈那是为中国来台湾，那无经过法律程序哈，你的后代个永远是中国人。安尼知无？因无放弃中国的国籍啊。台湾民政府只是一个过渡性机构，咱也无法度。我们没有主权可以将这些中国人规划成无国籍的台湾人，对不对？对吗？那么主权嘛，对不？我们只能认证哪一些是台湾人，给你一张证件嘛，对不对？你没有主权的民政府怎么认证规划这些中国籍中国人，对不对？佮刚刚讲，囡仔要开车同款，敢有可能？不可能嘛，对不？你无主权的民政府怎么保护这些中国籍中国人？对不对？逻辑你哪会清楚？你就知影了。啊，即马张显耀有无？有下骹一个张显耀有无？张显耀是顶个月讲要参选，顶个月要参选什么高雄的立委选举，对不？伊毋是毋是去马英九讲伊是所谓共谍，对不？哎，就出边嘞，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对不对？对，因中国的军人讲的，对不？好，来，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的话，那中国的匪谍在台湾，对不对？张显耀按照因的逻辑，哈、哦，阿纳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逻辑就是台湾的匪谍在中国，也就是台湾的匪谍跟中国的匪谍都是中国的匪谍，阿那你可以联想得起来吧？表示什么？这是他们中国人的内政问题。台湾的匪谍，好、哦，跟中国的匪谍和谐，都是中国的匪谍。安尼知无？好、哦，用这个逻辑，你可知影因中国人咧生起来了？主张台湾民政府起来了、哦，本来有一个海峡女双有无？谢淑薇甲彭帅，因为咱民政府出来啊，因无法度去算啊。本来唔是台。中国有承诺说，香港政府说有什么？1997年以后50年不变，有无？你别用这个模式，别要套在一样，要套在台湾民政府的台湾的头上。结果因为我们民政府起来了，你看，随时个避免啊，马上拆伙了，有没有？网球，同一段时间，这个对你有较深，我唔通讲，我惊恁讲落去，恁会昏倒。这对恁较亲。印美联军，这跟他沙漠风暴有无？这个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有无？前国务卿，伊沙漠风暴，伊跟他做小布希时阵的国务卿，迄个时阵台湾问题有两个记者会刚问，台湾问题是怎样？伊个讲，台湾不是一个享有主权的国家，台湾 not sovereign， 台湾没有主权。对啊，我们不用没有主权，所以秘书长讲，咱是自治，对吧？但是跟中华民国的自治无关系哦，咱不是中国人哦，不要搞错了。我来讲好了啦，爸爸妈妈去用关联尴尬的，对不？美国用台湾关系法有点类似当我们暂时性的国际政治监护人，对不对？可是美国无法真正取代所谓。我们跟日本就是日本天皇的关系，所以我们只能他在旁边看看我们骑脚踏车会不会跌倒，如果没有跌倒，好、哦，慢慢放手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自治，有没有？一直边啊看啦，安尼啦，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啊，你看啊，这个公牛黑个麻烦，因为你即马高级班，我卖甲你讲啊，亲。
我刚才跟你讲，二次大战哈，太平洋战区跟中国战区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哈，我们台湾的太平洋战区跟现在的中国战区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这个是我的主流。这就是我将来避免被中国人怎么样的时候，给你夹宅上的情况，我跟美国产生的权利跟义务的关系以后，避免被中国吃掉你的财产的那个波形湖啊，啊、哦，来，我爸爸迄个年代哈，伫、哦、国民党来台湾，伫我爸爸亲身甲我讲的啦，伊阿讲。二礼拜白色恐怖那段时间吼，国民党不管迄个时阵发生的真正原因是虾米啦，伊阿讲讲国民党来台湾了，要枪杀台湾人的时阵吼，伊知影了，挑工包车，敢那是小黄啦，卫星碟，总去鸡人港，总去鸡人港哦，看中国人抬台湾人，安那抬你知无 ？T C 你知无？线，新鲜的，两个手的。反绑，好、哦，二三十个、三四十个，安尼 T 恤安尼规关，哈、哦，敢若肉粽有无？规关哈，然后开始伫鸡人港端，端了啊，其中一个人踢落去鸡人港外海，啊，是毋是规关个落落去啊？啊，就开始中国人个穿安，伫下骹扫，啊，所以你会感觉足奇怪。有可能时间久了啦，啊！你家己想，为啥即马台湾人会支持国民党？人家你抬你的爸母，抬你的时代，啊！你哪会做中国人？要阁甘愿做中国人？会叉叉迄两字，对不？啊！阁去哦，中国人甲你一块换四万块。阮爸爸甲我讲啊，去哦，中国人一块换四万块啊，真的呢？你应该有印象啦，你回家有的应该有印象啦。要选举的时阵，甲恁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对不？拢是要甲恁骗啦。等，甲恁阿家恁挡袂牢，想要台湾独立的时阵，秘伫恁后壁，叫恁冲哦，死哦，死的是台湾人啊！啊，等等，好啦，退一万步、一千步，讲真正台湾，互你成功啦。你赶快爱你中国人的体制替因打工啊，做他们中国人体制下的奴隶啊，对不对？我有一个朋友，伊是我跟你讲啊，伊是国民党来台湾的时候制定一些政策的既得利益者，伊有发看一张相片，讲因老爸南洋战争有无？穿日本的衫，哈、哦，南洋战争，啊，因为是迄个时阵国民党来的既得利益者，哈、哦，结果我问讲你是啥物人，伊讲我是中国人，好，我看因老爸的相片是穿日本的军装，啊，结果我问伊是啥物人，因讲伊是中国人，为着利益，台湾人会用做到这个地步，你看，为着利益，台湾人会用做到这个地步，你看有厉害无？啊！你会用想讲，这种人的囡仔的后代会安那看这个代志无？尤其这种人的后代，伊看因爸爸妈妈安尼做，等伊了解真真正正的台湾国际地位，伊会安那想伊的爸爸妈妈？咱规个去用洗脑洗到真正唔知人啊！我拄仔讲的，两岸中国人国际宪法是属人主义，对不？所以，足侪中国人拢讲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无效啦。法律上就是中国人。我即马互恁看，有啊，我碰来那嘛新德州的有啊，我考起来，这个台湾人呀，应该讲啦，日本台湾人啦。但是因为台湾的国际地位还未行到最后，所以爱个一段时间。前八届毋是咧抗议的有无？教科书的有无？中国人厉害。伊敢若用教科书控制媒体，吼、哦，灌输你们中国的文化，灌输日本台湾人中国的文化，啊，恁的后代自然而然过来反抗，恁顶一辈的历史文化，啊，你过感觉讲奇怪，啊，我的孙，我的教育，我是日本台湾人，啊，我哪会孙哪会讲伊是中国人？
他灌输给你们的小孩给你们的孙子是一种中国人的文化，对不、啊、所以最后反抗自己的历史反抗自己文化的是自己的是自己的后代，不是他们中国人，他们中国人只负责洗脑而已，对不对？然后让你们的后代来反抗自己的历史反抗自己的文化，有厉害不？王小波课纲调整那个吧，你看什么人？中国江西人，给你洗脑读得好而对不？非得你台湾人会支持我嘛？应该是读你们，你们会支持中国人嘛？中国江西人啊，对不对？去年三一八学院，我们就是作家一个小野，有无？来，伊讲过一句话，我念你听。小野强调，迄个时阵三一八，讲台湾行到这个地步，不是阶级，不是哪些个劣势、省级斗争，而是臣民跟公民的竞争。秘书长脑袋应该有讲过，咱是臣民对不？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对不？所以来，你看伊讲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我给你看伊的资料，伊什么人？小野，安徽，中国人，媒体是不是拢靠中国人控制？所以中国人甲恁洗脑拄啊好尔，啊恁也甘愿，啊恁嘛甘愿做中国人嘛，对不？佮用钱甲你带落去，所以媒体、政治拢去予中国人控制。戴信元前陆委会主委。即嘛是英国人，福建人嘛是中国人。你讲你台湾人吗？人是中国人啊，人中国人知影伊是中国人，来控制你差不多台湾真真正正台湾人啦吼。先不管讲有办身份证无办身份证啦，真真正正台湾人大概1,800,000到2,000,000，真真正正啦。啊，只是说无办身份证，有的人还袂较醒啦。真真正正，若要安尼讲起来，真真正正台湾人上多2,000,000尔，其他拢中国人。卖个工人是外省人啦，你工人外省人，你是不是要落入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你个工人是中国人就好啊。这也是对他们的尊重。好、哦，啊，你们也要学会我是什么人，你们也要会尊重你们自己的身份。好不好？伊若万一按照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按照流程来申请，欢迎嘛。啊，不符合就是，好、哦，愿意你就来办啊，不愿意你就到时候你就根据自身利益的所在，选择适合你要去的地方。台湾民政府没有资格要求你一定要当什么人，哦、我以前嘛是 keep 不住呢，人跟我辩论，我嘛是一定要讲正甲赢呢。以前现在不会啊，这是一部电影，母体奴役着你，那是不是中国人的体制在轮回，对吧？你抗议没路用啊，你永远在这个体制在轮回嘛。哦，我在中国人的体制，你会感觉我到底是台湾人，还是我是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中国人？你们会在这边半梦半醒，到底我应该是台湾人哦，日本台湾人，还是我是应该是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中国人？你们会在这样两方摇摆，这就是中国人控制媒体的厉害的地方，让你们否定你们自己的历史，否定你们自己的文化，让你们自己对付你们自己，这就是解药。哦，红色这一颗是解药啊！如果你们以为说吃下红色这一颗解药，读完《新台湾论》以后，你们就解脱了，那你们就错了。因为吃下解药以后，痛苦的是地方才开始。70年足侪代志，甲规个拢会压出来。70年的代志，中国人知影因家己是中国人，台湾人唔知影家己的历史。你看，在中华民国体制内底的人，恁甲这拢同款啦。你们是同一条中华民国体制下流水线生产的中国人啊，对不对？你们的思想模式
都是在中国课纲调整的架构下所产生的思考模式啊。所以表面上你嘴巴讲你是台湾人，你是台湾人，可是你的行为模式在中国人所掌控的媒体教育，你嘴巴讲台湾人，可是你的行为模式是中国人。我爸爸讲三不五时可以各位讲大陆大陆大陆，你就知影了，媒体多恐怖，哦。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哦，我是台湾人，我跟你讲，你们很多思维模式其实还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只是你们自己不觉得。咱家里到今嘛，那有可能是讲一开始民政府打下的基础，起码有个有人，家家有人讲会讲恁是笑的啦，啊，卖来啦。但是国民党的司法检调系统应该无甲恁找麻烦啊嘛，迄是一开始阮较早期的啦。有三不五时会甲淡薄仔甲你吓啦，甲你吓。啊，恁即摆恁即摆要礼拜过一来啊，对不？对不？尤其9月12、13咱的游行。你有感觉奇怪无？明明足浩大啊，为啥中华民国控制媒体拢无爱讲？吼、哦，有趣味无？电脑无爱讲。啊，你那头壳会晓逆向思考，你就知影台湾绝对会有发生一挂未来会发生代志啊。头壳设计来个，知影讲要发生代志啊，并且刀枪不入，你讲中国人讲我找咱的麻烦。无嘛，用心台湾人看讲，即卖中国人在耍什么动作？一开始的影片有无？啊，未到醒的是咪拢带伫个人个有无？培养皿内底思考、思想、肉体制造的一个场所，那个场所叫做中华台北啊，那个场所。的 ID 号码都是你们所谓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身份证字号啊！你们起来了，但是他脑袋里的那条线还没拔掉，你们现在只是稍微的接受一点点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一个知识而已。来，谢谢希拉蕊。去年啊，6月29，又讲如瓦中国，台湾的如脆弱。内底重点干那一句话尔，我希望这句话，吼、哦，演讲不是讲哦台湾人听，嘛讲哦中国人听。其实这不是，这表面上干那足温柔的一句讲话，其实这是在警告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呐、啊。我为啥安尼讲？等一下，我有很多证明。伊拄啊访问的迄是《商业周刊》，你看创办人红色的字，这拢我了解的资料，这两个是毋是拢中国人？对不？两个人是不是中国人？好来，中国人所写的杂志、财经杂志，他用的思维是用台湾人的思维，还是会用滞留在台湾的中国人的思维写他跟中国人的关系？好，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去想。如果你们落入它的架构里面的，表面上你是台湾人，应用中国人的方法下的财经杂志，你是会落入他们中国人的思考模式来思考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这样你就变成你又落入中国人的圈套了。表面上说啊，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有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在2013年的代志，不是最近过去美国访问啊，习近平对不？一段时间爆发这个监控丑闻，很多组织或是很多政府，伊无方便讲的代志，无方便做的代志，伊会透过外国的一种媒体，不小心的，哈、哦，把他要说。要做的事情，或者是曾经说过、曾经做过的事情，再不透过官方的架构下，不小心的把资料泄露出去，哦，听好吗？来，啊，个迄个时阵两年前就开始啊，监控的，
对照刚刚希拉蕊讲的那一句话，说给台湾海说什么两岸中国人听，有没有？从你们身上所拿的手机，从电脑的里面的 CPU， 手机里面是不是也有 CPU， 对不对？微处理器，那些都谁做的？谁做的？有谁知道谁做的？对啊，美国，对啊，所以美国可以知道台湾到时候有反抗美国军事占领的想法跟做法跟通讯，对不对？所以你家的民政府不用想太多，好，你想更多就不好，美国就是有法度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甚至是你要干什么。加入民政府不要想太多，哦，我话已经讲到足浅啦，啊，恁若听有话，阁听有，哦，啊，听无话，我嘛无法度。内湖，就是迄个 AIT 有无？内湖在台协会新呢？遵照联合国对国籍的定义，国籍法，自愿、意愿、合法性，下骹。奥巴马无分咩，希拉蕊讲啊，监控个基本配备啦。如水中国人伫台湾，台湾如安全，为啥？美国要投资的监控设备会越多，好、哦，美国要投资的监控设备就越多。美国占领台湾，恁家己想啦，用头壳想就好啦，卖啦，用卡塔夫想啦。美国占领台湾，如果反对美国占领的人数很多的话，他需不需要投入更多的监控资源？对不？这是正常的思考逻辑，但是美国一定不会承认，对不对？因为他是讲人权的国家嘛，好、哦，他是一个表面上讲人权的国家，他要按照法律程序来走。来，古尼 APEC 亚太经合会，你看习近平两张图，你安尼看就好啊，咱什么人？啊，因什么人？你看，民众完全无同款，你就知影了嘛。中国人知影咱是日本台湾人啦，知无？所以你叫是讲，两岸中国人是笨蛋吗？伊知影咱是日本台湾人啦，因是中国人啦。日本时代，父子他们一显出来，一翻两瞪眼呐，对不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弹出来的资料。你看我红色的扣起来，台湾甲澎湖即马又完予美国武力占领，历史大战啊，对不？美国镇压占领台湾是拄啊好尔，对不？占领台湾拄啊好尔。下骹一句，下骹后壁这个，这个唔免看，伊已经另类承认讲，美军其实是现况是占领台湾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另类的承认呐、啊。啊，若无伊说袂过来呢？因中国人会变哦，十外亿个中国人会变。去年九月十七，去年九月十七哦，阮伫台北国际会议厅，吼、哦、演讲 ，Scott Block 即个 ，Scott Block 演讲，九月十七哦，啊趣味哦，九月十九，即、这个是艾森豪盟军统帅，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的查某孙，吼、哦。来台湾，伊颁发一个什么奖哦？你啊，伊颁发一个奖叫做艾森豪和平奖哦，马英九。我问您吼、哦，国民党来台湾是不是一个部队军队对不？蒋介石部队对不？蒋介石部队，阿英查某孙颁发艾森豪和平奖哦，马英九这个蒋介石集团是不是解除蒋介石集团的武装？对吧？所以现在蒋介石这一群中国人，这一个殖民政权是不是还原成滞留在台湾的中国难民？对不对？这个逻辑会通不？会通不？伊本来是部队嘛，啊我是艾森豪的查某孙，我颁发艾森豪和平奖，给恁中国殖民政权去这群人，啊你这群人是不是还原成滞留在台湾的中国难民？对不？对嘛？爱遐看啦，啊，伊在政治吼，拢是在讲一般人听无的啦。所以即马伊是难民哦，难民，
其实本来就是难民啦，其实他正式这个动作了、哦，已经确认他们是滞留在台湾的中国难民。我说来要演讲有较轻，你也当听话多，就算话多哦。红色的你，恁家己先看，伊刷来我的演讲会甲这个拢完全足有关系，足有关系。在台湾战争史回顾第145篇，中央家脑册，恁去现一篇去甲买。我唔是讲叫恁真正爱开钱嘅，这篇足重要，因为我足侪思考逻辑，拢是靠这句话，我衍生出很多想法。何家仔衍生出的想法来演讲，还没有被中央高层跟我拍枪，表示讲我讲的逻辑应该还是有几分正当性。这恁去买啦，你安尼抄无效，我无骗你，因为你要去看册。深入你的脑袋，整合了解以后，你才有法度产生新的想法。你抄这无效啦，吼、哦！啊，你若真正买，去伊遐印 USB 有无？去 download《台湾战争史回顾》第145篇。各看哦，看好哦。台湾民政府在取得台湾美国军政府转型成台湾政府。这几个字你看、哦、这个是台湾金控的董事长，我有说过台湾金控是不是日本时代成立的，大日本帝国的残余主权，可不可以这样推论，残余主权麦克阿瑟对吧？好，台湾民金融版的哦，金融版的台湾民政府在取得台湾美国军政府转型成台湾政府，你看我的箭头好，来我所来解释，为什么我的林田公，这个摩根大通是所谓金融版的台湾美国军政府，因为十几年前伊美联军打伊拉克的时候，那个时候要战后重建，以他为首 ，J.P. Morgan 啊，摩根集团要怎么讲？当地就是发飙说要让。全球的金融机构说，你们要成立一家金融机构协助伊拉克战后重建，由他这一家公司，那个时候不是他啦，就说摩根这一家公司结合很多对美国友好的金融业，好、哦、成立一家金融机构，好、哦、得标了伊拉克战后重建，好、哦，所以我合理的推论，他去年六月不是我刚刚有一个图片，他跟马英九握手嘛，对不对？金融版的军政府，所以我开始金融整并。来，至于我会说为什么它是金融版的台湾政府，因为这家公司的董事长一点点一直在讲，台湾这家银行，他说它是非信托制的股票。那民政府是不是顶头有人对不？民政府是不是上面有人？那也就是说，民政府是不是一种信托的一种契约的关系，对不对？好，民政府如果是信托，好、哦，政府是不是就是非信托？对不？囡仔要当大人，囡仔是不是信托？你跟恁老爸老母信托关系对不？你爱甲饲嘛，无你甲生落要怎？非信托是不是囡仔要当大人？18岁啊，屁股运公司要当大人啊，有无？头中开对不？信托借由美国。在旁边看的情况下，台湾关系法类似啦齁，架构下完成一个我们自治的一个架构，这是我研究很久的啊，这你们参考，至少我演讲到现在好几次各部去有中央给他拍枪，所以应该逻辑上还是对的齁。啊，咱这两张是不是咱执照对不？民政府的执照，来 ，TCG Foundation 都是台湾民政府的基金会。啊，这个台湾 Government Foundation 一样，台湾民政府在取得台湾美国军政府转型成台湾政府。来，基金会本身，例如买那个投信基金有无？投信有无？投信是不是你托付投信公司帮你做股票的投资？那是不是你委托投信公司？那是不是一种托付的关系？好来，我们跟美国日本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战输，美国打赢大日本帝国，所以我们被托付到
美国总统奥巴马征服者，对不对？好、哦，就是有点类似说啊，好啦，我日本天皇证书啊，所以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我放弃嘛，所以你美国爱替我管，对不？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不？来，你套进去，台湾民政府在取代台湾美国军政府，最终要转成这个，安尼看有无？哦，这有较深啦。你若逻辑也通吼，恁个袂去用洗脑去啊。你看，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三条信托统治，你看哦，今年五月二日签，伊甲一间北美信托，北美信托啊，咱是不是甲美国产生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三条信托的关系啊？对不？因为咱控告美国，中央控告美国是用无国籍的台湾人，对不对？啊，如果中国殖民政权真的离开以后，我们无国籍的台湾人在台湾所从事的任何交易、资产、股票、保险怎么办？信托嘛，咱甲美国哈，这无讲啦。啊，因为我演讲到今嘛，无去用拍枪，应该这个是对的，我的推论是对的。接得起台湾省政府前新竹市市长，以及嘛是台湾省政府的主席，这个是未来我们民政府要进驻的地方。因中国拢讲做台湾省政府啦，这个架构以后我们进驻省这个字就会去掉，就是民政府哦。伊要走啊啦！啊，你看啊、哦，伊是咪签一个布达对不？一月五号，今年一月五号。六月一号，这是 AIT 前一任的台北处长，现在是一个华裔美国人，对吧？他是他的前一任，他跟他签，你知道吗？合作局训练架构备忘录哦，六月份哦，哈、哦，啊，你现在看哦，其实这张图，你先看这张，六月一号了哦，你看，台湾跟美国做很多军事交流，字体不够大啦，哦开始军事交流，去美国受训，日期就是在六月份以后，六月初以后有没有？六月五号、六月三号、六月十五号、六月二号，是不是签了这个以后？是不是签了这个以后的日期？对不对？这表示什么？军事管辖权已经美国全程掌控了。也就是说，这一天开始，滞留在台湾的中国难民已经没有武装控制权了，这样你知道吗？就是我刚刚讲的，有没有艾森豪的查某孙颁发艾森豪和平奖给蒋介石部队这群中国人，有没有？所以他们的所控制的军力已经被美国接收了、哦、因为你要回去了嘛、啊、所以只好台湾我自己来管嘛、啊、你中国人你就乖乖要回去，这样就是这个样子。啊，来啊！对了，六月一号签的，对不对？六月八号就任台北处长，七天对不？七对于美国是一个数字啦，啊，这我不要再讲了啦。啊、哦，就任台北处长，陈麦公，这些对你较亲。来，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日本哈、哦。对吗？海峡跟俄罗斯海战，有一部板上之云的影片，你有看过不？板上之云，日本 NHK 看呢，一小台了，你看啊。板上之云啊，对吗？海峡跟俄罗斯海战，啊，现在在台湾海峡是不是也有一对马在台湾海峡？马英九跟奥巴马对不对？哦，都是马嘛，哦。这个是好像有点历史的偶然面。洪仲丘有无？因今嘛这者，搁要参加中国人的选举对无？洪慈庸有无？你看洪仲丘的生日，咩？洪仲丘的生日甲过生的日子，一天是九月八号对无？一天是七月四号，这我查出来吼、哦。九月八号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约的日子，七月四号是美国的国庆，吼、哦。啊，再来，2013年
凌晨日本取得2020奥林匹克代表权，你就是说全世界的国家不知道旧金山和平条约吗？没条约2020给日本在9月8号这天，这什么意思？人知道旧金山和平条约，人不爱给你中国人排看而已，没被条约已经在9月8号了。来，这个美国驻国务卿说要支持台湾自治，谁跟美国是盟军？台湾谁跟美国是盟军？我们是不是跟美国盟军？是吗？谁跟美国是盟军？啊啊，对，蒋介石集团是盟军，他支持的台湾自治是什么？是蒋介石这一群所谓政权还是政体，还是说蒋介石部队这一群人呢？或者是我刚刚讲的滞留在台湾的中国难民所衍生的所谓暂时性的台湾治理当局这一群人，伊要支持自治对不？跟咱有关系不？无关系啦。你要叫是讲，那不是跟美国盟军哦？美国占领台湾，我们怎么可能会跟美国是盟军？那是比较廉价对不？所以咱哪有可能跟美国是盟军？就蒋介石一直定中国人跟美国是盟军嘛？啊，伊要支持伊自治对不？来，这英文来卖看啦，吼、哦！我跟恁讲一个较重点，来，伊要支持伊中国人自治对不？来，内湖的 AIT 台北办事处的地址伫个台北市内湖区金湖路，安尼就好啊、哦！好、哦，你看啊、哦，啊，看来下骹。金门跟马祖，我现在念给你听。金门马祖有一间免税商店，还是一间免税集团。伊讲，位于金门的一个深恒昌的金湖广场，目前为亚洲最大的免税。免税是不是就是关税领域，对不？关税领域是不是占领区？占领区嘛，来，金湖广场对不？加金湖广场，啊，你看顶头的。内湖区的金湖路，是不是美国 AIT 支持中国人去金门马祖自治？安尼知无？爱会晓看新闻，吼、哦！你莫叫是家己是中国人，你要去带因去金门马祖自治，迄是中国人的代志。时间要到，来，这有较深啦，这有较深，我莫讲。你会记得无？在日本要修改和平安全和平保障法的时阵，中国跟韩国不是讲一直在抗议，对不？全世界无在抗议，顶多是中国跟韩国在抗议，对不？说你要道歉什么之类，对不对？趣味，来讲，我正常来讲，这个李济珠，我不管伊什么人，伊艾森豪奖金的得主，伊即马是毋是坐台湾金控董事长的位？他本身是军政，应该是延伸成军政的代言人，掌控明政府大日本帝国的残余主权这个位置。好，由于日本，听好哦，没有办法对于台湾的国际地位做出任何判定，所以必须要由美国主动掌握大日本帝国的残余主权。跟日本，好、哦，美国主动，日本被动，借由策略联盟，日本被动这一家，三金东林，日本联合银行，那是全日本最大资产的银行，美国主动，日本被动配合，对不对？和平宪法的日本政府被动配合以后，产生什么？你知道吗？来，我请问。读啊！那篇你看哦，你看下骹只，我念给恁听。日本天皇将国家大事交予由人民所选出来政府。好、哦，因为日本、美国打败日本天皇，所以台湾问题变作美国主动协助，日本被动配合，对不？这个是日本针对台湾问题，哈、哦，没有独自进行认定的说法。好，因为日本战书嘛，
所以现在的日本政府得不到日本天皇的授权，对不对？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变作讲，日本政府在美国这个艾森豪奖金得主所掌控的台湾金控大日本帝国残余主权的架构下，借由签约，是不是象征着授权呢？日本天皇不能讲话，对不对？他没有说大日本帝国残余主权不能够授权啊。啊，所以军政的代表人李继珠掌控着台湾金控的大日本帝国残余主权，跟现在的日本新政府签约，是不是意味着授权了？修官啊，好来，授权了以后产生一个什么？好，这授权了以后，那天是不是赶快找个号？你看啊、哦，赶快找个号对不？顶两个月、三个月。啊，你看哦，通过安保法有无？参议院呢，最近较过，因为那是参议院的啦。啊，众议院是这几天较过，对不？好，是众议院嘛？哦，最后参议院是不是这几天较过，对不？好来，啊，你看哦，授权了，你看日本的三菱集团，赶快讲一讲的新闻，多强吗？对不？是不是授权了？因为发动弹战争的是大日本帝国，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要由现在的和平宪法的日本道歉？你知道我的意思不？日本政府现在的日本政府为什么不承认发动战争？因为当初发动战争的是大日本帝国明治宪法，不是现在的和平宪法。啊，你知不？所以我不承认那段，我不对，没有啊。啊，你要我道歉，就刚刚你要。就好像说中国跟韩国要日本道歉，对不对？可是发动战争的大日本帝国残余主权，日本天皇不能讲话，对不对？好来，那就借由这个嘛，借由这个动作有没有？我授权了嘛，好、哦，阿连怎样哈？这有较深，你若了解，你就怎样了？哈、哦，其实讲到这已经，恁跟已经今仔日已经爆掉啊！你若我都理解，你看讲一讲。新发言人也上场了，对不对？同一天，对不对？来，选举的事，民进党为什么要选举？这是选罢法的条文呐、啊，这拢有写啦。好、哦，意思可以讲，意思可以讲，一票哈、哦，30块，你若参加选举，好、哦，我转给你，我会给你30块。啊！你所属的政党，我给你所属政党50块，也就是讲，每四年一届，咱台湾人闹选举，咱还吼，迄、那个人甲迄个人所属的政党，总共230块。所以民进党要选举无？袂啊，咱不爱选。来，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伫迄个时阵台风的时阵，有无？对于日本来讲。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首先要尽的是义务。你老囡啊，恁囡啊都要出事，哈、哦，巴肚枵、放屎、破病，你是不是要先尽对你小孩子的义务？对不对？对吧？你看你的囡啊就好啊，你总袂讲囡啊一生出来你就甲拍吧，对不？让伊枵巴肚吧。你看。美国时间7月14号，是不是台湾时间7月15号？对不？美国要建立艾森豪纪念堂，台湾捐$100万，为什么要建？台湾记得台湾是中华民国哦。为什么？我现在模仿一下中华民国，感谢你美国，好啊，为1945年来台湾以后70年，把台湾人，好、哦，好、哦，我把你们当人看，70年，操弄你们。洗脑你们，让你们活在中国人的体制架构下，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忘记了自己的文化，摧残自己的真正历史文化。感谢他啊，他们要离开了。哎呀，我刚刚是在模仿中国人跟美国人的讲法。啊，恁台湾人搁那搁要伫中国人的体制选举，恁无救啊！我是模仿刚刚模仿中国人的讲法。这对你有开心？
你看，今年八九月马英九不是去欧美国家，已经先跟您讲啊，明年的选举，吼、哦、有变化对不？所以明年的选举也免想伤多啊啦，吼、哦，马英九已经讲啊啦。啊，你看七月十四，今天你这个叫敢不用怪我？我跟你讲啦，无。国民党讲要甲洪秀柱换落来，对无？袂换啦，因换落来，伊同款爱扮演洪秀柱要扮演的角色啦。所以吼、哦，即马恁所看的媒体评论吼，其实拢是在拖时间尔啦。想起来同款爱扮演洪秀柱的角色啦，讲一句话白的啦。无为啥伊在抢国民党无人真真正正敢甲伊对抢，对无？他是扮演他。某种程度上，他是扮演他应该要扮演的角色啊，他不能讲出来。他有前几天不是有说中华民国宪法要统一吗？没有错啊，啊，你是中国人，当然要统一啊，对不对？对麦讲，还要回去啊？啊？想我是卖算了。啊！你若要算，你爱就任，你个爱金门马祖就任啊！啊！你体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你参加中国人的选举，啊！你呢？不是甲全世界讲讲我要做中国人吗？你知道我的意思无？啊对。好啊，好啦，好啦，安尼我知影，你住喺巷仔内啦，好不？好、哦。哦，我老外讲啦，那民政府是一个被动的单位了，我们没有资格啦，我们只能够等待美国、日本所授权的日本天皇所授权的日本政府决定要怎么做，我们只能被动配合啦，好不好？我再跟你讲较深啦，啊，你看，你有去忠烈祠的，细汉有去忠烈祠的举手，对吧？啊，恁即摆看。去用洗脑七十年的效果，恁家己看就好啊。对，你们想想看，中国人怎么控制台湾人的思想，就恐怖的呢。人台台湾人，啊，恁搁去甲拜？这个八月十五，咱民政府去，台民政府架构下，台湾政府应该拜谁？对，不要忘记自己拜的对象了。对，中国人哈、哦，有啊，去年有啊，柯文哲因妈妈讲，那你们是什么人？有啊，对不？我们是皇民后裔，是因为法律上我们必须要当皇民后裔，对不？无安尼，恁中国人伫台湾在创啥？对不？这个是蒋介石伫日本足侪名诶，引分身之术有无？火影忍者有无？火影忍者不是主角叫啥？漩涡鸣人，对不？这个是蒋介石弟弟不能引分身之术啦，他在日本的名字哈、哦。所以你那对照讲，因中国人拢个人洗脑讲，日本人安那多安那安那多安那，你个用这张相片讲，哎、欸，恁的蒋介石弟弟不有哈侪名呢？你要来解释一下无？所以中国人袂见小听多嘛，世界有名呀。你看。对讲啊，古尼七七事件，你看伊在唱啥歌？中国的勇士进行曲，有无？啊，你看，因囝出来插回啊了。伊讲台湾是被祖国抛弃，迄个时阵台湾是殖民地哦。迄个时阵，迄天，因1945年4月1号就不是了。因拢讲对他们有利的话啦。这个有个讲啊，这个副国务卿助理副国务卿有讲啊，今年为修复日本跟邻国的关系负责，所以今年应该有大动作啊。这个效应有没有？人质有没有？日本有没有被那个有没有 ？IS 有没有效应？所以有可能衍生出现在的和平安全保障法。哦，时间到了吗？还没吧？曹顺，时间到了吗？还没好，前五分钟跟我讲一下。这个对你来讲较轻。来，
这中国，中国也因历届朝代啦，好，什么到什么时候哈？南京，因为中华民国的宪法是在南京发布的，对不对？早就亡国了。来，好，这里讲的平潭岛就是要让中国人回去的所在了。这我的同学，国中同学，中的那个大块镜，那个有无？伊有参选过新竹市的市议员，但是无得。我的同学啦，现在是平潭医院的副院长，听讲一年六七百万的新台币年薪，听讲啦。啊，伊现在做中国人了嘛，啊，我现在做江苏啦。你回家赶快啦！去年过年进前是不是全台湾的户政系统宕机？这个也暗示户政系统全面移过去啊，移到福建平潭的。我也跟您讲为啥？伊订单一接的，这个冯定国无前清民党立委对不？你看伊承接很多业务，要在福建平潭设两岸云端中心。对照去年户政系统大宕机，联想一下，中国人的资料已经灌去福建平潭了。啊，现在福建平潭不是讲有一挂车会用直接坐游轮、渡轮去福建平潭啊？有无？给去啊！因资料户籍已经统合了，户政系统发包转包国际公司，正常啊。啊，恁中国人。你中国人的户政系统，你无包给中国人，你要包给谁？对不？对不对？爱要看新闻，因为那个因今嘛个咧，跟恁台湾人骗中国人的业务包给中国人的网络公司，有什么不对？对不对？你看中国嘛，要做晶片身份证啊，对不？你看红利，晶片身份证准备卖给中国统一用的，因为晶片身份证跟那晶片身份证无两款啊。听讲办理卡式台胞证，今麦超20多万人咯。也就是讲，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中国政策在紧缩的话，那二十几万个卡式台胞证，就是可以说是准中国人的啦，准中国人的。好、哦，这咱胡林秘书长胡林5月17在日本的演讲，5月17号，啊，你看。台湾金控早对跟台湾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新闻到5月17号的。我大家讲，因为我今麦刚才讲的时间的维护，说起咩？嗯，解释哦，时间不够，因为这对你来讲就亲的，因为你若无看新台湾论吼，你若无经过专训吼，我跟您讲，您会听无？还有几分钟？没有了是吗？好，我按快一点就好了。我按到最后给你们看一个，因为我有一个影片是要给台湾海峡两岸中国人看的。我按一下哈，在几秒钟就好了。其实就追啦，我怕您听无啊。这张影片我是要给台湾海峡两岸中国人看的，我希望你们看得懂意思。好、哦，这个我知道，我相信很多民政府有经过武官受训的同心知道。啊，你们高级班的先不要知道，等到你们有更进一步的，我来解释才会看得懂。两岸中国人，我希望你们看得懂这个新闻。好，就这样子结束，谢谢。